大家好，这里是天阳玄机啊。如果是有八字、手相、面相、风水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进行关注啊。我们看这个感情线呢，是主这个婚恋的运势啊，感情升值啊，没有杂纹，一般都感情比较顺利啊，婚姻幸福。而财运线呢，升值主的是财运丰隆啊。女人呢，既有幸福的婚姻，又有丰盈的财富啊，生活是非常的清闲，又有钱啊，是非常富贵的一种命格。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啊，这个呢，这个手上的杂纹比较多啊，那个平时呢爱瞎想啊，感情运势还是不错的，天文上窍的格局形成的，会旺夫，有点小聪明的特点啊，财运上是不错啊，有这个财运方面的一些这个运气啊，包括太阳线也是比较明显啊，就是杂纹比较多啊，包括这个金星丘这个位置的烦恼纹啊，生命线比较弱啊，所以说平常的身体状态呀、也要需要注意，特别是肠胃疾病啊，近期的运势呢不是很好啊，长色这个整个发青发暗啊，所以说近期呢是切勿做一些投资类的这个事情。我们看这个手相当中啊，事业线跟感情线啊，事业线跟感情线结合成一条这个相交啊，形成这种纹路的话啊，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偏财运上不错啊，通过投资理财的方式可以为自己这个赚得更多的这个钱财啊，这个是一个。我们再来看一种啊，像这个啊，这个性格上是偏啊，偏什么，偏单纯浪漫啊，愿意奉献，直觉线比较准确啊，感情线呢非常的好啊，有不错的姻缘，旺夫，婚姻当中的各种关怀包容，性格上比较依赖对方啊，渴望浪漫和关怀啊，婚后呢也能够啊这个获得比较好的这种运势啊，只是大拇指啊这里有一些非常清晰的看这个清晰的富贵纹啊，就是指节之间呢有一条横纹啊，这个纹路呢是一种啊非常不错的纹路啊。好了，有关这个手相的一些小知识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，如果是有需要一些啊，这个比较深入的分析，可以进行关注啊，这里还是天阳玄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